你不要拍我，怎么可能不拍你吗？看我多么大男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欢迎这个板凳绝对有五六十度，坐上去屁屁就没了，我告诉你们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一片树荫，现在每个人都湿透了。我这个真的是一顿设计，我他妈感觉满手都是那个酱。